行，来来来，哎，我们送你一套礼物，你看看喜欢吗？看看，哇，这也太贵重了。你该的。哎，行了，这个是你秀兰，这是你妈亲自为你精心挑选吧？来，快快快，坐下坐下，戴戴看，来坐下，来来来，来，哇，把这项链戴上。 哇，好漂亮，好美啊！哎，这个项链的造型很别致，是火焰型的，希望你跟清风的爱情永远似火，甜甜蜜蜜，轰轰烈烈的。谢谢妈。嗯，来，耳环，把这耳环戴上，我看看。哇，真好看啊！希望你跟清风在以后的日子里，耐心倾听对方的心声，珍惜对方。嗯，我一定能做到。 来，手链，手链，手链。嗯，哎，雨晴啊，这手链刻的图案，寓意花团锦簇，祝福你跟清风永结同心，恩爱一生啊！谢谢爸妈。哎，你们送我的这份礼物，我真的特别特别的喜欢。哎，叔叔阿姨，特别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这么珍惜雨晴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进来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一下各位。怎么了？找一下新娘，请问您的父亲什么时候到场？那你看，咱们还要不要等？等。不过这仪式时间马上就到了，最多再等20分钟。他是我爸爸。 所以一定要等。嘿，这导航怎么回事啊？ 手机欠费了，没信号了呀！不能啊，我昨天刚充的呀！快点，赶紧修啊！半清点，吓我一跳，我这不弄着呢吗？是，哎，你这孙子，你是不是诚心今天不让我去啊？爸，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坏啊？啊，这走半道上导航坏了，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你不跟我废话，开了段时间网约车了，没有这导航，你还不认道了呢？啊？ 我告诉你啊，吴国仁雷，今天要迟到了，饶不了你了！你怎么这么凶啊，爸？别打了啊，把我打傻了，咱俩谁也别去。打你怎么着？打你怎么着？打你怎么着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快赶紧着！关小姐，咱们还等吗？我爸一定会来的。 我们没俩晚吧？姐，你今天真漂亮。你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也挺帅的。祝福你，姐。其实，在你公寓楼的时候，爸就已经来了。 微信，我收着了。收到了，怎么还迟到啊？我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能上点心啊？晴，爸做的不够好，从小到大，爸一直对你都不够好。 我这一辈子。
觉得最亏欠的人，最对不起的人，就是你。原谅爸爸，好吧？爸。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。不是我不好，你都不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。我们不联系的日子，其实我每天都特别的焦虑，我每天都特别的后悔。然后我这个人吧，跟你一样倔强，我也要强，所以总是自己张不开口。在我筹备婚礼的时候，我一直都知道有一个位置是给你空着的。我也一直都知道，得是爸爸你拉着我的手，把我交给清风的，对吧？那个时候我也明白了。无论是爱还是恨，放下还是执着，其实全都是怪自己。请你原谅我，在我心里消失的那个爸爸，他一直都在的，是我没发现。请你原谅我，好不好？别这么说，闺女。请求原谅的应该是爸爸。过去的事儿，咱们一块儿挂过去，好吗？好，闺女。帅啊，是吧？谢谢，爸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应该是。走了。走了。嗯。
来，景芳，今天我就把玉晴交给你了。今后你要好好的宠她、爱她、疼她、护她，这是一个老父亲对你的托付。爸，您放心，您说的这些我一定做到。可对玉晴的宠爱，您必须跟我一起。
这不是想你们吗？最近的飞行任务太多了，但是蜜月呢已经安排了，陪你们飞过了之后，我可就要走了。我都想你了。哎，大家发现没有，关机长的风格都变了，以前是亚欣第一撒姐，现在变成撒糖小公主了。坏男人把女人变成疯子，好男人把女人变成傻子，而最好的男人把女人变成孩子。照你这么说的话啊，你们这些减肥的就别吃了啊，你呢要让我好好沾沾关机长的喜气，今年情人节我必须要脱单。哎，你上啊，人脱单你还不上、啊、我都被他拒绝好几次。好了好了，言归正传，咱们开始工作。来，上班了。截至1月22号24点，国家卫健委收到国内25个省区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571例，其中重症95例，死亡17例，均来自湖北省。13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疑似病例393例。22号0至24时，24省区市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31例，新增死亡患者8例，其中男性5例，女性3例。现在武汉的医疗系统全力启动对抗病毒，处于高负荷状态，急缺人手，防护物资也极度短缺，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，都是医疗同行。现在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在发起号召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我们院也积极响应，准备筹建一支抗疫救援队，近期内就赶赴武汉。第一批20个名额，呼吸科8名，影像科2名，护理8名。考虑到感染病毒的心脏病患者，院里也决定从心外科抽调2名医生。过去之后，我们的任务是：第一，救助病人，倾尽全力，不放弃任何一个；第二，帮助那里的医护人员缓解高强度工作的压力；第三，运送防护物资、机械设备和药品。我提议，我们党员应该起带头作用，但是有一点，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和10岁以下孩子的，第一批暂不考虑。我报名。秦芳，你可刚结婚，太太那边能同意吗？雨晴一定会支持我的。院长，我是党员，同时在院里带队做 ECMO， 我请求去武汉。院长，我是25年党龄的老党员了，这事儿我必须去，我报名。我报名。院长，我是武汉大学医学部毕业的，前前后后在武汉待了能有6、7年，那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武汉人就是我的家乡人，现在那里有需要，我虽然不是呼吸科的，但我在急救多年，临床经验丰富，我现在恳求院长把我的名字加在第一批人的名单里面。院长，我应该去，因为我是汶川人。身为汶川人，我曾经得到过很多的社会帮助。这几天我一看到新闻，就想到当年地震的那个场景，历历在目。如果我有机会能去前线献出自己的一点力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我去，我参加。我也参加，我去。院长，我家里还有哥哥，我去，我可以去。我爸妈才65岁，我去，我可以去，我也去。我是党员，我可以去，我也去，我也是。报名，义不容参加，随时代谢。我参加，报名，还有我，我也参加。
么想起来带我出来吃饭啊？这儿环境好啊，而且这儿的吞拿鱼三明治是他的招牌菜，特别好吃，所以带你来试试。我发现许医生现在越来越有情调了。娶了一位这么优秀的老婆，当然要经常跟他调调情了。你好，帮您上一下您的餐。哎，谢谢。您的三明治，我给您放这儿。您的沙拉，来，谢谢，请慢用。尝尝，看好不好吃。怎么样？嗯。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对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不会真有吧？我们医院组织抗疫救援队去武汉，我报名了。具体什么情况啊？第一批一共20人，境外有2个名。什么时候走啊？看你严肃呢，没那么快呢，而且很多人报名，能不能轮上我还不一定呢。名单得过几天能下来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对不起，这件事儿事先没跟你商量，这个时间本来我们应该一起去度蜜月的。我就自作主张了，没关系的。别的事情你一定要跟我商量，可这件事情不用。啊，度蜜月以后再说呗，等疫情结束以后，我们再出去好好玩。谢谢老婆。可是。看到新闻上说，有医护人员被感染，会不会很危险啊？武汉的同行一直在一线连轴转，身体疲惫，免疫力下降，确实有被感染的风险。但你放心，我们医院一定会做好防护工作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。到时候。等通知一下来，你第一时间告诉我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真的被选上了，那你到那边去，好好工作，不用担心我。家这边呢，我也会好好的照顾爸妈。我老婆，真好。舍不得你走。嗯，不会有事儿的啊。怎么样，秀兰？你看啊，哎，福挂在角落里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幸福洒满每个角落、啊。是的，是的。你看看那个角落也有啊，这儿也有。好，真好，这是画一个啊，幸福的街。哎呦，你们回来了，您回来了，赶紧给我，给我们两个大宝贝，快快快，来，这位我交给我啊。赶紧，休息休息。哎，你们俩不用换鞋了，赶紧进来，快快。不吃了，我待会儿还要飞呢。还飞呀？飞也得吃。对呀，我给你们擀面条。没事没事，不用嘛。啊，要不然这么着啊，那个等你们回来的时候啊，咱们好好吃年夜饭啊，看春晚，喝小酒啊，把那瓶好酒都打开了啊，咱们好好吃，好好喝啊，咱们团团圆圆的啊，对不对？爸，啊，你先坐下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儿子，瞅我儿子这么严肃。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，瞧瞧我儿子，不知有什么重大的事情。好，我们有孙子了吧？是不是？小点声，小点声。
真怀上了啊？没有那么快啊，没有没有。什么事儿？妈，爸，最近新闻都看了吧？看了。我们医院也组织了医疗队援助武汉。啊。通知刚下来，我跟杨明被选上了。啊。应该的。当医生的嘛，就应该为病患保驾护航。应该的，真的，应该的。爸，我听说您参加过2003年的非典抗疫，给我传授点经验吧。啊，好啊，这个防护很重要啊。我记得我们当时每天的工作时间应该在10几个小时啊。所以我们每天穿着防护服，哎，防护服可千万要小心呐啊！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能破损，哪怕是刮一个小口子。所以每天都要认真的检查防护服、鞋套、手套、口罩，还有护目镜啊。做好防护，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啊。还有啊，面插管的时候，面对呼吸道，尽量在30秒钟之内一次完成。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你跟你的同事们也说一些了，千万不能马虎啊！嗯，爸，我记下了。那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下午1点，先到医院集中培训。明天除夕呀，是除夕呢，啊？早一天去不是能早点救人吗？嗯，是。妈，爸，雨晴，我知道你们肯定担心我，但有你们的牵挂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，平安回家。嗯，好，好，平安回家。对对对，平安回家，平安回家。我，妈，妈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前两天跟你爸爸逛街的时候给你买的，保暖内衣啊、衬衫什么的，还有暖宝宝，袜子、裤衩这些，哦，还有咖啡，这些这个杯子都带上，哦，还有，对，还有口罩。口罩给你拿的。妈，我们那儿有专业的口罩，这个留着您和爸用吧。不行，你到时候肯定没有时间上街，工作那么忙，拿着，都带着这些，都带上它。妈，我知道您担心我，不会有事儿的啊。明白，其实妈妈都明白，那个地方需要你。国家有难，你作为医生挺身而出，责无旁贷。虽然妈妈担心，但是妈妈支持你，支持儿子。啊，清风啊，谢谢妈。作为一名医生，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啊。爸爸也有礼物要送给你。秀兰，你放心，做好防护不会有问题的啊。你看，这都是爸爸当年穿过的白大褂。这么多年了啊，穿来穿去，我就觉得穿白大褂是最帅气的，是不是，秀兰？你看这件啊，就是抗击非典疫情那年我穿过的。疫情结束以后，我们统一做了消杀，我就把它留作纪念了。哎呀，没有想到17年以后，我能亲自送我的儿子去参加抗击疫情的战斗。
我觉得非常骄傲。景光，爸爸现在就把这两个字送给你。我们先提前吃汤圆儿，等清风回来了之后，咱们再吃团圆饭。我们提前吃团圆饭，好，多吃几个啊，吃得个圆圆满满啊！来，圆圆满满。救助病患，也要注重自身的安全。无论何时何地，记住，你们是雁西人。雁西医院每一个医护人员等你们回家，一个也不能少。期盼你们凯旋归来，彼时我们再凯歌同庆。是。我宣誓，勇于担当，勇于担当，不辱使命，不辱使命，敢打必胜，敢打必胜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准备出发。院里希望有你，你别惦记我啊，你们俩其他好了。